多少钱？一百。一百。榴莲呢？大家好，欢迎来到秋风看世界。这个地方你看，是中央商场地下最地下那一层，现在好像正在举办这个美食活动啊，拍一拍榴莲呢、啊。粽子，而不是，好像是什么来的？这个叫，就类似抄手饺子那一类。อันนี้เออเท่าไหร่ครับขอเสียอ่ะโอเคYou're not gonna eat dinner? No. 这个好像我以前吃过甜丝丝的，也蛮好吃。这个现成的饭60-70一份，哇，虾呀！新鲜，好鲜，怎么？水果100一袋，这个是龙宫果。上面这个好像是装饰的，是400一个。山竹100一袋，大概有多少个？可能10多个吧。红毛丹。这个不知道什么，好像是脆李之类的，还是枣啊？这个是菠萝，小菠萝还是剥好的菠萝啊？削好的菠萝，100一袋，一袋是几个？1、2、3、4、5、6、7、8个。啊，这个贵了。这个，车厘子，351一盒。榴莲320。200、270、440，哇，这个贵。这个是在中央商场里边，哦哟，草莓啊！口水，还是榴莲。榴莲啊，这个是叫什么干呐、120、180，是大的120。
小的一百八。这边是干货，这边是干货。อันนี้เท่าไหร่ครับเล่นเล่นน้อยโอเคขอบคุณครับมังโกไหลเถอะมังโกไหลเถอะโอ้ย榴莲糖做的这个糖果就是榴莲的样子你看这个榴莲糖看起来很不错的造型就是榴莲的样子啊你们跟人来一下吗 OK 我看看这些好像都是一百一袋一百泰铢哇这个蛮创意啊你看它的水果糖就做成跟水果一样的看起来很逼真呢、啊、刚才这个是榴莲这个就是这个是什么呢芒果哦是芒果你看草莓草莓啊这个有创意哦我好像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这个是椰子啊这里的这个创业还不错创业不错有需要的赶紧来呀、啊、哇这各种吃的还可以扫码各种吃的啊你เท่าไหร่คะ50 บาท 50 บาทโอเคขอบคุณครับอันนี้เหมือนกันโอเคขอบคุณครับโอ้ยโอ้โบดันเนาะโอ้โบดันเนา促销啊，这个是节假日促销。然后这个是41瓶儿，这是果汁儿，果汁都是41瓶儿啊。然后3瓶儿又是100，3瓶儿100。哦哟，啥的个？啊，你能见偷来个？啊，上来。OK， 好困卡。啊，你能来这边 ？OK， 好困卡。OK。哦哟，太好吃了！这个小的是100泰铢，大的是200泰铢。这个是那种猪油渣呀。哎呀，不错不错。这里是甜品，上面是各种不同的价钱。哎呦哎呦，看起来效果不错，看起来效果不错。各种饮料
个在跟妈妈讲话。椰子，薄壳椰子，这是剥掉壳的椰子。昆水，啊，你能到偷来看？65吧。65，OK，好公开。然后这个是蜂蜜。啊，你偷来？上了哈些吧。哦，可以走了。这个算那些吧 ，OK， 250株，一瓶蜂蜜。这边就是各种生腌的那种小吃调料，然后这个是芒果切片啦，还有什么各种切片的，青芒果。这个场地不大，就是从海边正门进来下楼下到底层的前面一点点，大概也就是几十个平方的面积，现在正在搞促销，如果赶得及的话还来得及可以来吃啊，应该就是这个周末，我觉得是这个周末的。好了，我们转一个地方去拍。